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，可以侦测小到0.3、0.2、0.4。冠状镜手术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有放大的作用，那放大到多大呢？一般是4到10倍。这真的很难哎，有这个很容易去练到侧腹肌的部分，对，门栓式。哇，好漂亮哦，门栓式。说观点，聊故事，聚焦2.0，聚焦您的健康。